来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来观战一把斗五色黑。鸡爪在橱窗里啊。遇到的是守夜人，那这个阵容打守夜人可是比较厉害的。这个阵容可以说是一套专打单刀型监管者的阵容，能补血，对吧？能打架，这阵容守夜人，真的，这守夜人，求者如果顶起来，能把这守夜人打哭，你们信不信？插眼守夜人一波减速，减我回头那么一棍，对不对？加速过来，这边的话，哎，有了，漂亮，这一刀打得真舒服。这个守夜人对于这一波的一个操作点其实很多的。第一，他加速，他判断了这边那个古董商的一个板间的一个交互情况，然后再追上去极限刀，这边还躲棍，可以加速再躲棍，一刀蓄力刀 ，nice！ 哎，这刀玩的很好啊！还有个地下室，挂过去干扰这边的密码机，压住小九的密码机。这个真的是刀玩的好，就操作好，两边操作的对抗，这边守夜人完胜，能把守夜人打哭。我讲的是这套阵容的上限，能把守夜人打哭，对不对？一个护臂跳过来，那这样的话无伤捞人还行，古董伤的话现在还有一半的棍子，加上有一个飞轮，还是有操作的起来的可能性的。这边的躲棍，躲棍，这一棍，其实就有操作起来的可能性的。因为这一棍守夜人被推开以后呢，这个古董伤就有一个比较舒服的身位啊，比较舒服的身位去进到一些比较强势的交互点了。比如说这边进到大房，蓄力刀没打中，开波风吗？开波风好像也没什么用。这边调酒师过来给酒，你看看是不是？还有个飞轮呢，再一棍头，一刀没打中，对吧？虽然说前期的对抗当中这边古董商吃亏了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古董商如果操作得当顶起来了以后，你看看是不是，是不是能够把这边的手有个地下室看一下啊。这里的话密码机调酒师的能修掉，佣兵这边的被干扰，其实密码机差的不多的。勘探员这边的话救下来，勘探员过来打架，勘探员得把自己的机子先修完啊，这个距离有点远，这古董商又没有道具了，要不算了吧。这波救，你说真要救硬来，如果他们是狼人，我觉得狼人就来了，真的救一下，扛一个刀，这边勘探员可能就过来了。到了，到了以后打一波架，这局面就打开了。哎，这人要救下来啊！没想到，完了，出事情！兄弟们，信我，四人开门战了，真的。因为勘探员来了，这边勘探员来了，勘探员这边三块磁铁顶在这里，很强的。乔九这边机子修完以后，修鸟笼的机子，真四人开门战了，一个扛刀，一个打架。还有没有人质疑我？我跟你们说了，这套这种打单刀型监管的就是很强，真的就很强。有点难，没什么办法，核心是。就这一波呢，也是一花的这个佣兵啊。卡的那个位置好，让这边的守夜人误判，以为你们不救了。因为是确实是可以选择不救，打得稳一点的。但是因为勘探员手里面捏了三块磁铁，求生者是可以，就算是这边守夜人在守，我觉得这个佣兵都可以强行继续救下来，扛刀拖到勘探员来。外面的话重新起机子，状态补好，这边开始翻箱子了。可以开始翻箱子了。
对不对？我给你们分析的没错吧？不要质疑我。守夜人这里的话，他主要现在他非常非常的需要什么呢？他需要存在感，他非常非常需要存在感，他需要到二阶，然后留一波满风，他留一波满风，我觉得，然后在这边再去消耗一些穷者的道具呢，我觉得，哎，打一个落地刀，还差一刀，还差一刀。这边的话，追佣兵是很正确的，消耗佣兵的护臂，消耗佣兵的血线。让你佣兵开门战不能形成一个什么的满血带护臂，佣兵开门战满血带护臂对于一个单刀型接管者来讲就跟做噩梦一样，真的如噩梦一般的存在。现在的话他可以考虑有没有机会 M 马基点亮了。这里一波风，好的，倒 nice。那这样的话，两跳，这古董商这个门开不了，但古董商手里有一个护臂，底牌切船，他好像判断到了这边勘探员可能会过来压。也觉得你们可能会过来给压力，但这种退守的选择呢，会给到穷者更多的主动权，会给到穷者更多的主动权，就是你被压在这边不能动嘛，那我穷者这边可以动的呀，我想怎么动怎么动。加速绕过来，有了，妈没有。拖一刀，其实穷者也不可能说真的把这佣兵救下来打四炮的。其实穷者，我觉得这边看情况打个三炮就好了。这波来救人不是特别合适啊！哎，这波救人真不是特别合适啊！我这边把这个佣兵挂飞了，我手里还有个传送的，这边得安排跳地窖的。这古董商或者调酒得安排跳地窖的。我要看看他们的位置，这位置不好说啊。那直接传了，哎。拖挽留结束啊，三个人进医院拖挽留结束，拖挽留结束也不好说啊。三个人互相掩护，一起戳飞轮，那走了，那走了，那走了，走了。只要勘探员不要取消插刀，取消插刀好像也够了。行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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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觉得打的。当时其实我们上帝视角来看啊，因为在梯墙是有一个地窖的，我觉得他们这边呢就是卡一手地窖，然后两个人进门会不会好一点，好像差不多差不多，反正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。